老公汪克之前，曾和台湾知名建筑师李卫民相恋，两人低调办了结婚手续，并以夫妻名义装修新房，就差举办婚礼了。那时候的刘涛刚从学校毕业，还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演员，没有什么名气。他与李卫民相识，李卫民给了他不少的关怀和帮助，于是两人之间暗生情愫。让人遗憾的是，到了2007年两人就分开了，而且据爆料两人是领了证的，这一点现在在网上都还能找到。只是刘涛当时还不怎么火，没人关注他。后来刘涛与富商王珂相识，并在相识三个月后就怀孕了，于是刘涛2008年8月与建筑师男友分手。据一位认识李卫民的朋友说，这让李卫民很受打击，那段时间他生活十分落魄，并患上了轻微的忧郁症。他还多次表示，只要刘涛愿意回头，自己还是可以重新接受他。据说虽然刘涛曾经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婚姻，但是作为现任丈夫汪珂也是二婚。汪珂曾经有过一段十分严密的婚姻，据透露汪珂的前妻是汪珂的大学同学，两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但是好景不长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两人于07年3月办理离婚。同年10月汪珂认识刘涛，并迅速开展恋情。刘涛与汪珂相恋仅仅20天就结婚了，这个在娱乐圈已经不再是秘密。刘涛在汪珂事业低谷的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，从此赢得好媳妇的名声。现在他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，特别是最近的几部电视剧，谁不认识刘涛呢？他的粉丝已经遍布全中国了。事实证明刘涛选择汪珂是正确的，并且两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如今一家幸福美满。好好休息。